那有在 V8 哎、欸，1157哎、欸，后面在 V8 哎、欸。V8 其实很好，我也好想要 V8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跟朋友借这台车，我们出去开一下，然后顺便看看它犀牛皮的效果。今天刚好台南有下雨，我们现在就开去绕一下试这台车的感觉啊。柴油车其实你可以听它，其实引擎的声音很小了。现在的这颗引擎，我觉得真的做得蛮厉害的，蛮有力的，很稳啊。所以我们要时速开到280，还是很稳啊。我们要开不到280，那有在 V8 哎、欸，1157哎、欸，后面在 V8 哎、欸。V8 其实很好，我也好想要 V8。然后这还有手机的无线充电，然后它的中央扶手可以制冰。我们有试了一下，基本上把一个矿泉水从不冰变有冰，要一点时间。然后其实像这台车，我有稍微研究一下，因为我一直如果是我买的话，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加一个家庭套件。那什么是家庭套件？就是家庭套件的话，你就会多后面两个椅子，小个5+2。那我有坐过，其实它后面的两个椅子其实蛮小的啦，大概六岁以下小朋友是可以坐，成人塞进去很不舒服啦。但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是选择5+2的话，你的第二排椅子可以前后滑移，跟你的椅背可以稍微做倾倒。但你选5人座的话，它第二排的椅子是没有办法就前后滑移，所以你会感觉比较紧一点点，然后它椅背也比较直，但你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套件啊，它可以让你的椅背再稍微倾倒一点点。但如果你在乎椅子可不可以前后滑移的话，你要加一个那个家庭套件，就是5+2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外面 ，OK， 这边拍漂亮吗？就基本上你看抹布一擦就好了，它不会像你没有贴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卡是吧？然后买一块湿抹布，其实擦一擦它就蛮干净。最主要是洗车也方便了，对不对 ？Expo， 一般都是用什么清水再冲干净，其实我有贴膜就没擦，我贴膜就脏的地方、自己看不顺眼的地方就擦一擦就可以。有人喜欢正面，有人喜欢背面，我是觉得背面很帅，它可以挂个背台，其实就是像很像很多地方都可以。如果刚好去接客人的话，擦一擦就可以去接了。你看，他还自己加了侧踏板，这是我自己加的，然后贴了一个书包。等下书包我们拍给大家看了，好不好？装这个书包，方便一转一拉，就看它里面。我觉得可以放那个啦，可能如果你出去玩湿的衣服或是放一些。像我们带小孩子出去湿的衣服或者是鞋子，那可以在外面换穿，就不用拿到车里面挂上脚，然后关脚就很简单，就一压就好了。后面的20寸的黑配黑，超屌！上车了，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，但我们不一定会回答，就看别人的视频就好。我们是开起来的。那如果你有300万的选择的话，可以考虑这台放进你的口袋名单。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像我不开快车，他现在开，我现在时速大概没有超速的情况下，开起来是还蛮舒服的。看，我们刚刚擦得那么辛苦，马上又下雨，所以有犀牛皮就不用怕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擦一次而已，洗车不用烦恼，洗车快速很多，就让它下吧。